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有心事。你那么丁点大，你有什么心事？妈妈，什么是女朋友？为什么那个女朋友要打苏老师，又要抱苏老师？大人的事情你不要管。哎，爸爸，你不是苏老师的朋友吗？你又没抱过他，为什么那个女朋友要抱他？这个事情，跟你是解释不清楚的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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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